然后当起立后，那然后当日日交财有进步，也当起立顺，那你是那日日有吉顺，代代拢当出着咱好家顺，也当把出个个人团成顺吼。再次感谢咱现场每位嘉宾，阿兰舞台电影直播安那非常精彩吼，来一个一个慢慢个人做安排，来继续安排我们的萱萱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来一首咱的王世贤的歌，能嫩的娇妻，来跟我们欣赏。来到了没点歌来点我唱，来两人的轿车，你准备看两人轿车，两人的离别，你明月自问到你逍遥，要不要起死一个这个定掉你有吗，也是流失给的，也是你也心情一笔不归吗，也是流失为言，也是你越伤心的你别对你做错，人类表现我在你心里一个点，等待你什么怪物力量为何，我在你心里一个一个，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人的电影，我有点美丽，你秘密自然地里来到小心一些心里慢到越逍遥，但不留青丝，一个再一个的等你有吗，也是流失孤单，也是你也心生一滴不归吗，也是流失未言，也是你们相信的你别对你做错，那你表现我在你心里一个一个，等到你失落怪物里的为何，那你表现我在你心里一个一个，来好听的歌曲，冷冽的娇妻，谢谢好朋友，再次掌声，看姐婆声来给您鼓励，谢谢。这里等当星啦，鬼啦，比嘞，婆声里加趴抖抖声，我这里等当进宅进树龙当清明声后来。